由安宁科技举办的安宁科技杯2022七人足球赛再遇归来，今届的反应非常之热烈啊！参赛队伍由上届的八队大增至12队，可以说是 IT 界的年度盛事。今届比赛将会分为 ABC 三组进行单循环比赛，每组首名和最佳次名将会进入四强淘汰赛，揭幕战就由主办方安宁科技带头出赛，迎战 PCCW Solutions。Check。 我知道今年就是 PCCW Solutions 第二年参加安宁科技杯，对于你来说，你觉得这个赛事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？IT 界很少有这么大型的足球比赛项目，我们很开心能够一起交流和切磋。多谢你支持，如果有第三、第四届的话，你会不会继续参加呢？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的。Sammy， 我知道今届安宁科技杯2022的规模比起上一届大增五成，你自己对于今届的赛事有什么期望？首先很开心，上一年的杯赛非常成功，也都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，今年都是一样，我希望这个杯赛可以增加业界的凝聚力，还有希望大家一起支持的。 Hello Michael， 我知道 Splunk 除了是今次安宁科技杯2022的白金赞助商之外，你们还将数据分析的技术融入了去比赛，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想法呢？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大数据平台是可以收集和分析任何的数据的，包括任何的设备，任何的 IT 的设备我们都可以收集的数据，用途相当之广泛的，包括是一个足球比赛的数据分析，希望可以增加到比赛的趣味性和这个专业性的。一场赛事最重要是公平竞争，大家踢得开心享受过程，接下来还有20场很精彩的赛事，大家都记得要紧贴住安宁科技杯的网页，还有 Ripple 100的专页紧贴住最新战况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